赛罗，紧急任务，刚刚收到杰德的通知，在偏远地区出现了大量巨型汉堡和可乐等食物，目前已有很多奥特曼吃了，还出现神志不清的状况，而杰德报备状况后已经失去联系，请你火速前去查看，如有特殊情况务必拖延时间，等我回来。收到。赛罗接到任务后立马赶到了现场，赛罗看到比自己大100倍的饮料也感叹一声牛皮，不一会就发现杰德奥特曼已经晕倒在地，而凯德和泽塔等人则不停地在跳舞，这舞姿像是在说来呀走啊呀求一遍求地蓝，赛罗也是一脸懵逼，受不了了赶紧溜。哎呦你们其他奥特曼却躺在地上不停地笑。一直让他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赛罗只好轻轻地将他们打晕，免得他们受罪。就在这时，贝利亚出现了。赛罗，你终于来了。贝老黑，又是你干的好事，你把他们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他们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而已，只要你把你的奥特勋章给我，我就把解药给你，怎么样？赛罗想了想，奥特勋章虽然重要，但与同伴相比就没那么重要了。拿去，给伙伴们吃了解药很快就行了，只是能量还没回复。这时贝利亚却说，赛罗你看看周围吧，再过2分钟毒气就会爆发，到达方圆百里将会生灵涂炭。贝老黑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